终于等到你了，这我连续挖了3年了，在这里，应该有15多以上啊，这我。其实很多人说鸡枞它用挖挖了的话很容易明年不长，因为它把蚁巢破坏了的话，明年它不长了。我去年挖了几窝都不长了。这都还漂亮，下面还很长呢。其实这窝应该今天下午刚长的，你看这个下面还有2朵，应该差不多有20多，这几朵最大了。这个有点可惜了，下面还很长哦。有点拔竹笋的感觉。差不多有20多。可惜了这个。这么一大堆呀、差点漏了你，这个箱里还有。这个地方差点漏了2朵、3朵。这里全部裂开了，应该在下面还有挺多的。随便挖一下，不然呢这个这么小，还找我这么漂亮的茶树菇。这都还可以啊，这么新鲜。5朵这么多，真下不了手啊。明天早上碰碰运气，看能不能采得到啊。把它留着吧。又采我茶树菇。这个鸡枞，你看跟鸡肉一样的，是不是有点感觉是鸡腿的感觉？